你不是我儿子同学吗？啊，是，哎，叔叔好。哎呦，这车怎么摔成这德行了啊？有本事啊，真有本事。我怎么车摔成这德行了？人愣没事儿。当然，我怎么能有事呢？这是刘星的车。什么？我儿子现在什么模样了？他，您别急，他活着呢。也摔成这德行了吧？没有，刘星比这车强多了，他还能出声。哎，这车铃已经不响了。哎，刘星。哎，叔叔，您帮帮我。这儿，这边，哎，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呀呀呀呀！和平年代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啊？哎呀，我看呀，差不多就这么着吧，又不是被子弹打的。哎，这儿，老夏这儿啊，要不然你来。他是我亲儿子，我可下不去手。那您这亲爸爸审查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特殊护理的。要不然就结束了，我可准备走了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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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坐坐坐坐坐。接下来，咱们来讨论一下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。老夏，失职啊！哎呀，这不怪我爸，都怪淘淘把足球砸刘星脑袋上了。淘淘，淘淘是谁呀？有前科没有啊？他连身份证还没拿到呢，有什么前科？淘淘是我们邻居家的一小女孩，才六七岁。哼，我还是比较相信我儿子的话。刘星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嗯。嗯什么？我问你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哎呦，我舌头抽破了，你还要我说啊？舌头怎么了？刚才为了躲那个足球，我这么一闪，把自己舌头给咬了。舌头都受伤了。会不会影响以后当播音员啊？啊，没那么严重，老胡，不行，一定要找他们家理论去。哎呀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就不用家长出面了。这事儿你别管啊，你有两个爸爸，一个一号爸爸，一个二号爸爸，我们不能让你吃了哑巴亏呀，是不是？一定要找他们家说说。哎，老胡，都是孩子的小事儿，不至于这样兴师动众的。老夏。你看你哪像个顶门立户的户主啊？可惜刘梅不在家，没看到你这个缩头男人的形象。等我形象不好行吗？总之啊，咱俩的处事风格不太一样。我认为他们都是孩子，这点小事。我呀，也没让你拎着板砖找人家打架去。我觉得现在经济社会就要使用经济杠杆，打伤了我的儿子就得赔。哎，对，我这是先去找桃子的家长。那小魔女太坏，最好您让他妈把她的脸给打肿。小雨，说什么呢？我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干啥啊？打不打那个孩子，我并不强求啊，但是经济赔偿是必须的。你想啊，我儿子受伤了，买只老母鸡熬熬汤，是不是应该的啊？哼，再说了，让他们家掏钱呢。啊，他也能接受教训，这就叫掏钱肝疼长记性。得得得，老胡，这事儿我来处理，你别管了，行吗？不，老夏，跟人要钱的活你干过吗？啊，狮子大开口你会吗？这种事儿啊，得我亲自去啊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在这小区住，我也不忌讳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啊。哎，什么密呀？现在到了那儿我话更别。哎，那孩子咱家住哪儿啊？我带您去。嗯，头前带路。不是不是，哎，老胡，别管，老胡，哎，小雨，小雨，他爸爸在家吗？他们家没有爸爸。走，别管，看我的。哎呀，走，爸，哎，爸，你什么？哎，还说铁哥们呢，都这时候了，还占我便宜。去，哎，刘星，你的车我给送车铺去了。人师傅说啊，连拿龙贷款车条得20，下午才能取呢。啊，怎么着还嫌贵啊？20块钱多便宜啊！我跟人砍半天价呢。我不是嫌贵，担心我爸。我爸上涛他们家要赔偿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哎，我好像看见你爸了。啊。他急忙奔医院去了。
啊，让人家给打了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反正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不是送车去吗？然后就看见你爸带阿姨进院了。啊，我爸不会那么糊涂吧？本来是管人家要赔偿的事儿，寻思你把人家给打伤了，到底谁赔谁呀？我要是你爸，我就把陶大人给打一顿。你就别捣乱了啊！老爸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慢一点啊，小心。虽然没伤到筋骨，但是也要注意一点。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客气，哎。先生，你说怎么这么巧啊？我刚从窗台上摔下去，你就按响了我们家的门铃。谁让我赶上了见义勇为呢？哼，真不好意思，还让您帮忙垫付了医药费。谁让我赶上您一掏兜就没钱呢？哦，先生，那你本来到我们家来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吧。现在讨论这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，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您受伤的原因。这个您也管呢？帮人帮到底是我一贯的风格，为了不让您再受伤，应当分析一下您受伤的潜在危险因素。哎，不用分析了，那潜在因素就是我女儿。我在窗台上擦玻璃，他把下面的凳子给我撤了，我一脚踩空，我就摔下去了。您的宝贝女儿她在哪儿呢？啊？哦，淘淘，哎呦，淘淘，淘淘，好了，不要再找了。哎呦，先生，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。我姓胡，古月胡，二胡的胡，高胡的胡，就是那个胡家十八坡的胡。有一种绿化树种叫胡杨树，那个胡，有一味中药叫柴胡的胡。哎呦，您可真有学问啊。不好意思，信手拈来。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您刚才说使命？对，男人对女人天生有一种使命感。接下来我要替你教育教育你的孩子。我知道一个单身母亲是不忍心责怪自己的孩子的，这个我懂。哎呀，您太理解我了。他叫淘淘吧？啊啊，说一遍您就记住了？过目不忘，入耳能详，是一个人的良好素质。哎呀，哎呀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我这女儿，她要是躲起来，连探雷针都找不着。我看并不难。淘淘，淘淘，从桌子底下出来吧。哎呀，您太神了。淘淘，快叫叔叔，快叫，快叫啊，你急死我了，快叫叔叔啊。好了，不要勉强孩子了。淘淘，叔叔要批评你两句了。淘淘，以后不能再淘气了。你看你妈一个人带你多不容易啊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懂吗？没妈的孩子像棵草，
你妈要是受伤，你就倒霉了。警察没抓您啊？这又从何说起啊？啊！我们听到了一些传闻。对，听说您把涛他妈给打伤了。传闻，纯粹是传闻呢啊！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哪个名人没有传闻呢？啊，那叫八卦。哎。你爸什么时候成名人了？爸，您真的没被警察给抓起来啊？儿子，看看你爸爸这张脸，春风得意，春光满面啊！一看到我，一切负面报道都不该信啊！那您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度过，要不是见好就收，我还不回来呢。对了，说了半天，您那钱要回来了吗？什么钱啊？您不是上淘淘他们家要赔偿费去了吗？对呀，您不是说要给刘星买个老母鸡压惊吗？对，赔偿费，对，是赔偿费啊。啊，要回来了啊，也要回来200。拿着吧。哎呀，老爸呀，您在我心目中立马就高大了许多耶。200就高大了？去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对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说明他的爸爸很成功啊。刘星，跟我到房间里去，咱们单独谈谈。哎呀，爸，您今天这事儿办得太漂亮了，虽说钱不多吧，但提气呀。主要是你摔得不重，要是你脑袋摔扁了呀，我起码要开价20000元呀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您见着那家的肉和精淘淘了吗？见着了，我还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啊。嘿，他呢，乖乖地听着，一声都不敢吱啊！老爸，您真行啊！您训完他之后呢，他妈妈还得感激我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有本事，智商高啊！哇，老爸，我都崇拜您了。今天崇拜我的不光是你，还有那……我打断一下啊，拿着东西就走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别走啊！来，坐下，一块感受一下我爸的风采。这个。来，小雨，少喝点凉的啊！来了来了，哟，小杨。老夏。哎，你这头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老胡呢？这是老胡弄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弄的。老胡呢？他说上这儿来找儿子呀。哎，阿姨好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真没想到啊，老胡的儿子能这么可爱呀！我不是老胡的儿子，别客气呀。他没客气。他确实不是老胡的儿子，他是我老夏的儿子。哦，可我怎么觉得小雨跟老胡就像一个小胖头鱼跟老胖头鱼那么像呢？哎，刘星，来来来，这是老胡的儿子，叫阿姨。哎呦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您是不是找我爸来了？嗯，是。啊，他刚走。哎呀。真不巧，来晚了一步。啊，对。哦。哎呦，小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坐会儿。没事，不坐。你找老胡有什么事儿？要不然我帮你找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是来给老胡钱的。您不是都给完了吗？200块钱能买好多只母鸡呢。没有啊，一分也没给呀。这老胡他也不张罗着管我要。我爸
我爸不是还特意找您要的钱吗？你爸找我要钱，为什么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您总该知道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怎么也挂彩了？是不是跟我一样从窗台上摔下去的呀？孩子他怎么了呀？他可能摔的那……啊，你明白吧？明白了。刘星，来，吃个冰激凌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吗？爸，您快告诉我，我爸管您要回去的车钱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小事。不可能。对了，还有那赔偿金的事儿，我觉得我爸他也在骗我。他没骗你。他本来呢，确实到人家家是去讲理，给你要赔偿金去了。可是他一进门，看到杨阿姨摔成那样，他那个热血男儿的本性就油然而生，毫不犹豫的就把人送到了医院，又慷慨解囊垫付了医药费。做完这些好事，留下姓名就走了。这么说，你爸是做了一件好事？对，好事。可对于我来说，就不是一件好事。到人家那儿，我的事连提都没提。赔偿金不仅没要回来，而且还自己掏腰包倒贴钱给人家，他真诚，回来还跟我这胡编乱造，还骗我，气得我。小雨，爸，快看我这脑门子是不是都冒青烟了？哎，爸，您怎么还笑啊？葫芦做了好事，我干嘛不笑啊？虽然他的做法跟原来差距有点大，我猜八成是你爸对杨阿姨一家人很感兴趣。刘星，你怎么了？刘星。哎，刘星，我们走了，拜。对，再见。哎，对他行动太慢，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。干嘛呀？来，请坐啊，你们俩，来，请坐。我准备和你们俩讨论一个问题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严肃啊？有点忧郁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装哭呢？你去，别闹，严肃一点。你们俩是我的铁哥们儿，我今天要和你们讨论一下我的爸爸。你有两个爸爸，讨论哪个呀？我亲爸爸。难道说不是你亲爸？哎，不是，什么味儿啊？我妈给我带的狗不理包子。三鲜的呗。分明是猪肉打葱的嘛。啊。哎，你鼻子真灵。哎。去，别闹了。跟你。哎，刘星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淘淘就要来了，留神点儿。淘淘。啊，快走吧。快走。淘淘是谁呀？就把他车弄那个修车铺那女孩。对，赶紧走吧。快走吧。不是，我从来都不怕女生啊。哎呀，管你怕不怕，赶紧走。快点吧。快。我的包子。这也太狠了吧。来成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能让淘淘成为我的妹妹。首先，不能让我爸和淘淘他妈往那方面发展，坚决不能，一定不能。这事儿是真的吗？不成，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儿。把你手机借我用。哎，不是，你给谁打呀？我爸。他能告诉你吗？哎呀，这你就甭管了。哟。Hello Kitty， 哎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呢。你用不用？你不用给我。用，用你的手机可以找到一些感觉。喂，是胡一统叔叔吗？
我是淘淘。啊，今天我妈妈晚上6点约你到小花园见面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给你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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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哎，我说您都念了一个钟头了，您能不能别念了？再说，哎，你念不念？你爸该来他也得来。我就是不想让我爸来，我爸要是真来了，这淘淘不就铁定当上我妹妹了吗？那可不一定。就是啊。什么不一定啊？啊，哪有不一定啊？我爸要是真来了，就说明他已经看上杨阿姨了。也是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别告诉我爸真来了，我真得告诉你，他真来了。我不信。你不信你自己看呐。啊，我不看。你必须得看。对，我就不看。你必须得看。我。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。事实上，我怎么